张振阳来到 P 联盟的第一次出手没有碰框，我差点被球砸死了。还好我反应够快，有练过。来了陈立焕的转换，在人群当中没有躲过自己的前队友，交给外围的阿瑶，这一次出手完全落空了。啊，可能是第一场比赛啊，前面两次领航员的外围尝试差的都比较多。嗯，分别是张振牙跟阿瑶的出手都没有碰框。去年球季阿瑶